今天，朝鲜北部的松骨峰、朝鲜武胜山上甘岭等战斗遗址，似乎还在诉说当年志愿军将士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和不朽风采。是什么让这群最可爱的人义无反顾地踏上战场？是什么让他们明知死亡在前依然奋不顾身？又是什么让他们成为强大敌人眼中坚强而凶狠的斗士？就让我们跟着他们一起穿越时光，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去感受血与火的征程，生与死的较量。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站起来不走，睡了，站着睡觉了。有的呢就摔到沟里去摔伤了，还有的战士摔倒了吐血，吐了一嘴血爬不起来了。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陈生秀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73年前的一次急行军是他一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一年陈生秀19岁，作为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战士，为了迷惑敌人，他和战友们穿的还是朝鲜人民军的军装。所谓联合国军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战役打击后，虽然知道中国军队参战，但认为只是象征性出兵。1950年11月6日，所谓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开始试探性进攻。11月24日，集中13个师又3个旅，共34万余人，美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美第十军在东线，全面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推进，发起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敌引入预定区域。志愿军西线6个军，东线3个军，共38万余人。11月25日，志愿军西线6个军几乎同时向所谓联合国军发起进攻，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反击作战打响了。志愿军第38军迎头痛击位于德川的南朝鲜军第7师，歼敌5000余人。志愿军第42军围歼宁远的南朝鲜军第8师，歼灭南朝鲜军第8师大队，并攻占宁远。西线敌军战线被打开了缺口，整条战线面临着全线崩溃。志愿军的突然反击让麦克阿瑟措手不及。此刻摆在他面前的早已不是圣诞节前结束战斗，而是如何将部队撤离战场，免遭灭顶之灾。西线美军南撤有2个险要关口，三所里和龙源里，可以说志愿军如能抢占这2个关口，就能阻止军隅里至顺川的美军南撤。三所里敌势很重要，他要撤退往南跑，或者是那边的敌人增援，都必须经过三所里，这是个必经之路。然而这时距三所里最近的第38军第113师仍然远在70公里之外。
11月27日，陈生秀所在的第38军第113师刚结束在德川的战斗，便接到命令，要他们立即启程，在第二天早上7点以前赶到三所里。查得到，堵得住，这6个字就是命令。这是我只有14.5个小时的时间，非常紧张。韩先出司令员跟那个刘怀清副市长电话上规定了3条，第一条就是你必须出发，吃饭不吃饭都得出发。第二条就是你出发在路上，不管遇到多么多的敌人，你没有权利停下来。第三条就是你到了三所里，你的任务就是要堵住敌人，你就是剩一个人，你得给我堵住，不能叫敌人跑了，就是这么个艰巨任务。陈生秀部队所在的德川到三所里的距离145华里，而美军从军隅里驾川地区到三所里的距离只有50多华里。志愿军将士要靠双腿跑赢美军的4个轮子，即使不考虑负重、环境因素，这看起来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38军第113师主力沿安山洞至三所里的山间小路急速前进，途中不顾疲劳，不顾敌机威胁，坚持白天行军。我们是铁脚板子和老美的车轱辘比赛，一个小时要跑10多里啊！平时这世界上都没有这个实力啊，谁能拿腿跑这么快啊？这拼了命都跑了的。就在第113师向三所里进发的同时，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命令位于军隅里地区的所谓联合国军立即南下，在顺川并沿顺川至孟山公路建立阵地，命令美第9军所属部队由军隅里沿公路向东推进，收复德川等。在志愿军指挥部里，彭德怀正在焦急地等待消息。在急速奔袭的第113师指战员心中，只有三所里3个字。陈生秀和他的战友们悄悄创下了一个至今没有任何军队能超越的惊人奇迹：14小时急行军145华里。113师第338团于11月28日7时到达三所里，以突然的冲击全歼南朝鲜军1个连。11月28日10时30分，南下的美骑兵第1师第5骑兵团进至三所里，第338团突然开火，与美第5骑兵团展开激战。顺川的美骑兵第1师主力得知第5骑兵团在三所里受到堵击后，立即派兵北上增援，但被志愿军在三所里东南的杨井站截住。第113师抢占三所里，切断美第9军由军隅里经三所里向顺川南撤的道路，对整个志愿军西线作战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第38军第114师沿公路，第112师在公路北侧向西开进。到11月28日，切断军隅里通往顺川的公路，志愿军西线部队开始对美第9军形成3面包围的态势。在三所里以西约几十公里处，还有一条由军隅里经龙源里通往顺川的公路，并在龙源里以北有公路与三所里相接。
在三所里被志愿军阻击的美第九军很可能转到龙源里南撤。第幺幺三师第三三七团奉命西进，先头部队于11月29日4时进至龙源里，正好与南下的美步兵第20部队相遇。在第38军先遣支队配合下，第三三七团一营发起突然进攻，并顶住美军的进攻。至此，第幺幺三师胜利完成了迂回敌后、切断美第九军南撤退路的任务。所谓联合国军，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兵的支援下，南北夹击，向志愿军第幺幺三师三所里、龙源里阵地猛攻。在龙源里担任阻击任务的志愿军只有4个营，但指战员以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顽强战斗，顶住了所谓联合国军潮水般的轮番进攻，使南撤和北援之敌相隔不到1公里，却只能相望而不能会合，彻底粉碎了美步兵第二师由龙源里向顺川突围的企图。敌人两面都能看得着，也就是1公里左右嘛，是吧？但是呢，南逃就跑不了，北援的呢，援不上。为什么当时的压力大嘞？伤亡大嘞？就是你两边都打我，我得打两边，就是你1公里我就不让你接。被逼到绝境的美军，为了成功逃离志愿军设下的陷阱，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三所里、龙源里以北不远处的松骨峰，战况尤其惨烈。有这样一支信仰坚定、如钢铁般顽强的军队，他们为了捍卫和平而北上，奔赴异国他乡的前线，奋勇作战。下面就让我们来走进啊，今天我们课文的主题：谁是最可爱的人？松骨峰战斗背后的故事。我想请同学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中学课本里有这样一篇文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描绘的正是松骨峰战斗。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幅油画。这幅油画表现了松骨峰战斗的一个场景。敌人为了逃命，用大量的1950年11月30日，第38军第112师335团一个连100多人进至松骨峰后，与敌遭遇，在毫无攻势依托的阵地上，与蜂拥而来的美军激战5个多小时，战至最后仅剩7人。始终未让美军前进一步。今天的孩子们依然能从这篇课文的字里行间读出志愿军战士奋死杀敌的英勇和血性。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了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向敌人扑去，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着火苗，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最后那个阵地上啊，那个汽油弹呐、一落下来，这轰轰，全是一片轰，把他衣服都烧着了，这战士们，所以带着火呀。头上还都冒着呼呼的火苗啊，扑着敌人，把跟敌人抱在一起，就是死在一起啊。所以后来看呢，分这个把他们的尸体啊，然后啊，和敌人抱在一起，分都分不开呀、松骨峰是怎么来呢？全靠我们的战友用拼了命打的。毛主席讲，美国呢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我们有勇气，我们不怕。
不怕死啊，怕死你就根本就打不赢。西线第二次战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亲自起草了对第三十八军的嘉奖通令。在电报稿拍发前，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抑制不住激动，又在电文末尾回笔加了一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奔袭三所里，坚守龙源里，血战松骨峰，志愿军战士们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民族不怕困难、不畏强权的血性。这根弦呢，是不能轻易碰的。七十多年前的事情，一旦碰到，不可自己，你控制不了自己了，就那就要吃不下饭，就要睡不着觉，就是那种悲伤的想念我的战友。2023年，89岁的王慧英来到江苏泰兴看望他的一位老战友，也是他15岁起一直崇拜的英雄。他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整个华东地区，甚至我们全解放军，都是赫赫有名的。我听了他的报告，是非常的崇爱他的，可以让崇敬、敬爱，是一种超越这种感情的这个榜样。王慧英口中的这位榜样，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个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3连连长杨根思，随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11月26日14时，第9兵团决定11月27日向长津湖地区的美军部队发起全线反击。这一年，朝鲜遭受了50年不遇的严冬。11月27日，东线战场普降大雪，气温骤降到-30摄氏度左右。当年美国军方制作的宣传影片特地比较了中美双方的御寒冬装，以此鼓舞士气。雨里三层外三层，皮靴、手套、防寒帽一应俱全的美军装备相比，志愿军的单薄棉衣十分简陋，就是像披了一层布一样的。那个雪呀，下的是那么大，那个风呢，吹得特别的厉害，吹到脸上是疼的，刮像刀刮一样的。踩下去，那个雪到哪里呢？就是过了膝盖了，就有那么深。冷，吃不消，你看接了上的大面积冻伤的。如果说没冻伤的，就只要能够吃饱，能够自然，谁大门外会倒着，他歪倒着。11月27日黄昏，志愿军第9兵团向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发起全线进攻。战至11月28日清晨，第9兵团完成了对长津湖地区美军的分割包围，将美陆战第1师和美步兵第7师一部分别包围于柳潭里、新兴里、下碣隅里等地，割断了美军的相互联系。11月28日白天，美军对志愿军部队发起凶猛的反扑，但遭到志愿军猛烈的还击，美军被迫转入防御，
11月29日，下碣隅里的美军向南突围。杨根思带领3排扼守长津湖南面的下碣隅里外围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负责切断美军南逃退路。而他们面对的是号称王牌军的美军陆战第1师。我们当时没有重武器，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我们只有步枪和手榴弹。他们最精锐的部队武装到牙齿的，是国际上有名的。11月29日，美陆战第1师开始向小高岭进攻，猛烈的炮火将大部工事摧毁。杨根思率领3排打退了美军8次进攻。敌人多次反击无效，集中了重炮和 B-29 型重轰炸机，将爆炸弹、烧夷弹甚至汽油都倒向了这座小山顶。钢铁、石块、烟火满山飞扬，他们用成吨的钢铁来对付这一排人，但是英雄们仍然互相鼓励着，坚决守住阵地。他们战斗到留下一个人，也绝不向敌人屈服。那个钢铁很重要，只要你守在这，敌人一个也走不了。他就说了这句话：你不相信我们成任务，二不相信克服不了困难，3不相信战胜不了的敌人，一定能够把敌人消灭掉。美军第9次进攻开始了，在小高岭阵地上只剩下杨根思一个人。英雄杨根思用驳壳枪准确地射击着逼近的敌人，当他打出最后一颗子弹时，40多个敌人已经爬进山顶。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根思这个满身是胆的英雄，为了祖国，为了救助朝鲜人民，抱起了一包10斤重的炸药，拉燃了导火索，向敌群冲去。你知道什么叫做粉身碎骨吗？什么叫爬冰落雪？什么叫做抛头颅洒热血？这个场面啊，是特别惨烈的。胜利是来自不义的，生命的代价。战场已经打伤过3次了，一根骨头也找不到。冰天雪地中，随着一声巨响，28岁的杨根思和敌人同归于尽，将血肉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的战场上。第9兵团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同美军浴血奋战10余个昼夜，打开了东线战局，并有力保障了志愿军西线部队的侧后安全。抗美援朝第2次战役，从11月6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连续作战49天，以作战减员3.07万余人的代价，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挫败了所谓联合国军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一举将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38线，根本扭转了朝鲜战局。胜利的背后是巨大的牺牲。1950年12月，王惠英抵达朝鲜后的第1个任务是参加第2次战役烈士追悼会。长津湖是一个湖啊，当时是冰冻3尺啊，上面一大片用一块白布裹着的烈士，牺牲的烈士，一排一排一排一大片呐、啊。
就这样子牺牲在朝鲜啊，一大片呢，不是用数字可以，一大片。在这里，王慧英第一次听到杨根思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舍生忘死、视死如归的英雄事迹。去祭扫烈士的陵墓，第一个就是杨根思。全场的来参加追悼会的同志都忍不住了，开始是流泪，后来是轻声的抽泣，到后来就是大声的控制不住了，实在是牺牲的太壮烈了。我们要为烈士报仇，战争第一，不是掉眼泪，而是心想着我要报仇，我杀你十个，杀了你我报仇，是这么个心情。1952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称号。同年12月，杨根思生前所在三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于志明当年担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安州夜航辅助指挥所标驼员，70多年来，老人一直珍藏着一个写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唐代，这是祖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过去没有吃过糖，不知道糖的是什么滋味，更不知道这个叫酸三色啊，搁在嘴里头酸酸的甜甜的非常好吃，平时是舍不得吃的。等到53年的时候回国了，我这个糖啊没有了，但是我舍不掉扔掉它，这个口袋到现在为止陪我70多年。1952年，于志明被空军总部选派，与20多名战友一起跨过鸭绿江，投入到抗美援朝战争之中。在朝鲜青川江北岸，他们建立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安州夜航辅助指挥所，任务就是夺取制空权，掩护青川江大桥，确保承担地面运输任务的火车、汽车安全。标驼员是什么性质的工作呢？就是把地面的多处这个雷达发现了我机和敌机这个目标，用这个12彩色笔标在这个地图上，敌人的都是黑的、紫的、蓝的，我机都是用红的、粉的共同标在地图上啊，能够分清敌我。1951年夏天，所谓联合国军为夺取军事上和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在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集中其空军和海军航空兵80%的兵力，发动了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切断中朝军队运输补给线为目的的绞杀战。敌人的飞机把我们那个运输车、补给车给炸了，那个飞机啊炸了单个左一个右一个，那个我就亲眼看的，这有一辆车的行走，他就要把它炸坏，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粮食就运不到部队的前线。
机在头顶轰鸣，炸弹不断落下，身边不时有人倒下。初入战场的于志明便深深体会到了敌军的残酷与疯狂。我最有的意思就是在路上那个一个定时炸弹炸了，那工程兵那个五人都走了，我把我绷起来了，等到一看，哎呦，您知道路旁边那个那个树和那个灌木林那个，哎呦，挂着头发肠子那个血溅的，哎呀，甭提了。所以说我体会到敌人啊真残酷啊，残酷啊。这个飞机是叫 MiG-15， 这是王海驾驶这个陆桥作战。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年轻的中国空军仅有两个歼击航空兵师，一个轰炸机团和一个强击机团，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仅几十个小时，缺乏空战经验。而美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投入朝鲜战场的飞机多达1200余架，半数以上飞行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在数百小时以上，最多的达3000余小时，拥有丰富的空战经验。То есть они стремились учиться. Там было не то, что, например, там 8 часов, может и 16 часов. Вот это китайцев даже мы готовили за 80 часов. То есть в 3 раза быстрее. 我们的空军是初出茅庐，都是新手，但是我们的陆军是百战之师。那么从陆军作战部队里面抽选的这些优秀的军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上过战场，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的。他们到空军以后，就是敢空中拼刺刀。当时的飞机如果填满炮弹是200发，可是在我们的飞行员心中不是200发，是201发，就是我炮弹打完了，我最后这架战机也可能成为炮弹，我哪怕撞也要把你撞下来，是这样一种非凡的胆略和战斗意志。空中拼刺刀，一个拼字便道出了决心与魄力。1951年1月21日，志愿军空军迎来了朝鲜战场上的首次对决，出战的是志愿军空四师第10团第28大队。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次参战，第28大队大队长李汉率6架米格-15战斗机迎敌，李汉一举击伤美军1架 F-84 战斗机。1月29日，美远东空军16架 F-84 战斗轰炸机在定州、安州上空盘旋，企图袭击安州火车站和青川江大桥。李汉奉命率8架米格-15战斗机起飞迎击，他将1架敌机击落，首开击落美机记录。1951年9月间，志愿军空四师接连出动作战1个月，击落敌机17架，击伤7架。毛泽东看到战报，挥笔写下“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从此，中国之鹰在朝鲜的蓝天上振翅翱翔，他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渐成长。与苏联空军一起建起了让美军胆寒的米格走廊。美国空军参谋长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美国人把这叫米格走廊，
就是鸭绿江到青城江之间这个地区。到了1952年1月份以后，这个时候，这个可以逐渐的不依赖苏联空军了。我们空军第30、第40师已经锻炼得很成熟了。1952年2月，第四次进入米格走廊的志愿军空四师开始了新一轮的空战，年轻的飞行员张基慧也在其中。3个月后，在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中，他详细描述了这次空战的细节。在戴维斯刚一绕到我们后面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他。我故意装作没有发现他，等他离我已经非常近了，正要向我开炮时，我突然来了个左转弯。这么一来，戴维斯的飞机就冲到我的机头前面去了，这时我正好打他。戴维斯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当戴维斯的飞机被我的瞄准光网套住的时候，我把炮的电钮一起按住，向戴维斯猛烈地开火了。这个空中强盗拖着长长的烟柱，变成一团火球，跌落下去了。乔治·戴维斯，美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参加战斗飞行266次，击落日军飞机7架。在朝鲜战场上，他做梦都想成为王牌中的王牌。而击落这个王牌的，正是志愿军空军第40师第12团3大队大队长张基慧。而这，只是他的第11次升空，驾驶米格15战斗机的飞行时间不过100小时。张基慧打下来那个戴维斯的这飞机，场合就是我们战修三分队修的，就是。后来怎么知道些美国的些个戴维斯啊，因为那架飞机先爆炸了，就是，是为那个戴维斯啊，他是4分5裂了，就一个破军装在这里，一个口袋里上有他的身份证，英文的，有他的照片，还有一个投降书，就是，他说我是美国飞行员，要给我提供食物，还最好不给我送回去，还有奖赏。至1952年6月，历时10个月的美国空军绞杀战宣告彻底失败。27岁的李翰，25岁的王海，24岁的张基慧，18岁的韩德才，这群飞行员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几乎在登上战机的同时就飞向战场。他们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创造了震撼世界的空战奇迹，形成了著名的空中拼刺刀精神。我们侦察兵要到前线去的，要经过好几道炮击区，敌人的那个炮像下雨一样下来的，山上的石头都烧红的，那时候随时都要死。顾祖恩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是一名炮兵侦察兵，他的角色相当于大炮的眼睛，需要深入前沿阵地，冒着炮火勘察地形并绘制地图，为我方的精准打击提供坐标。每一天，顾祖恩都穿梭在生死线上。因为每个人都有遗书写好，放在一个小包裹里面。其实我今天出去了，我可能不回来了。包裹呢是晚上当枕头，里面有衣服，你遗书也是放在这个里面。临走的时候放在那里，到早上牺牲了，那15张就给你把包裹寄回去。虽然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但顾祖恩却总是挂念着一位同乡好友顾森元。1952年，响应国家号召，
十七岁的顾祖恩和二十岁的顾森元同时报名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告别父母乡亲，顾祖恩和顾森元跟随大部队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朝鲜战场。两人被分到了同一个新兵班，一个多月的训练结束后，顾祖恩被分到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二师炮团当侦察兵，顾森元则分到第二幺四团三营七连。临别的时候，两人立下一个约定。我们临走的时候，两个人说我们要上战场了，那万一如果谁活着回去的话，那要照顾好对方的亲人，因为我家里有奶奶，他家里有父亲母亲。那个时候我们就这样匆匆的相约了一下，从那以后我们没见过，我们也没有联系过。虽然无法取得联系，但顾祖恩一直关注着顾森元所在部队的消息。他知道在朝鲜战场的某个地方，顾森元也和自己一样为祖国的和平和安宁穿行在枪林弹雨中。为促进朝鲜停战早日实现，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三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发起夏季反击战役。顾森元所在的第二幺四团负责攻打上甘岭东南方向的青石山。他这个连的七连在攻打那个青石山的时候基本上全部伤亡，但是他坚守了阵地，所以七连凭着一等功。七连伤亡惨重，顾森元生还的机会十分渺茫，但顾祖恩心中仍抱有一丝希望。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他一直在多方打听寻找顾森元，希望有奇迹发生。那个时候有志愿军报嘛，我上面也登的顾森元，你在哪里啊？我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登出来的，但是没有信息。一直等到我回到家里面以后，到他家里去了以后，看到了栗树镇以后，我就知道他牺牲，这是确切的消息。回到家乡的顾祖恩没有忘记当初的承诺，第一个看望的便是顾森元的母亲。我说从今以后，我说我就是你的儿子，你有什么困难，那我会来关心你。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临分别的时候讲好要照顾他的，那我就应该要管他到底。他尽忠不能尽孝，那孝我来尽。这个承诺嘛，这个生死承诺。对敌人铮铮铁骨，对亲人柔情似水，这个曾经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英雄，为了一句承诺照顾战友的母亲半个多世纪，直到2008年他去世。他叫我儿子，他不叫我名字的，他叫我儿子。因为到96岁去世的时候，在病床上面还最后还叫了我一声儿子。Thank you.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将士面对陌生的战场、陌生的敌人，如何将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愈战愈勇，越打越强，彰显了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